纪伟人孙中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以毕生奋斗践行了他的誓言，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执着追求。南京新街口中心广场车水马龙，孙中山铜像屹立在中心环岛之上，威严伟岸。铜像通高11.12米，暗喻伟人的诞辰日期。近代以来，南京城文化深嵌中山二字，孙中山铜像所传递的中山精神，彰显了南京博爱之都的称号，也唤起了国民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而孙中山留给世人的建国方略，描绘了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坐落在南京市中山东路309号，这里集中保管了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和历史资料。黄柏文，医生，2006年从台北来到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直至取得博士学位。从小酷爱读书的他，偶然的一个机会读到了孙中山所做的建国方略，便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得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特藏馆中珍藏了一幅孙总理建国方略图。我们跟随着黄柏文的脚步来到了这里。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然后请我们蔡老师向我们介绍一下孙总理的建国方略图。这幅孙总理建国方略图呢，是1929年啊，蒲松先生根据中山先生建国方略构想，在整个中华民国图上把他一些实业兴国的理想标注了出来，后来交给上海的羽历学社给出版。在出版的时候总共就印刷了3000张，现在存世的非常少。这幅建国方略图的绘制者是屠思聪。1922年，屠思聪在上海创办世界余地学社，出版了大量中外地图。屠思聪通过绘图标注的方式，清晰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和宏伟蓝图。那么，孙中山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建国方略》这部巨著的呢？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曾行医于澳门、广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他意识到一国乃当务之急，于是他下定决心弃医从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手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弃共和而终2000年封建帝制。但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就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执政后的袁世凯建立起自己的独裁政权。袁世凯死后，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割据混战，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七月份，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在九江打响了反袁的第一枪。我们把这个第一枪及其后面的发生的反袁的武装斗争称之叫二次革命。辛亥革命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那么南方的势力啊，尽管有我们还掌握了一部分这个军队，采取了一部分的反抗的行动，但是总是打不过北方的北洋集团，因为他们那里实力很强，很快就失败了。所以造成了一个什么情景呢？就是缔造共和的英雄们在自己的祖国反待不下去，又再度流亡日本，从日本回来又成为了国内孙中山激起了复法运动的大旗，率领了一部分海军就到南方广州。1917年7月，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首次提出行之非奸，知之为奸的命题。他向外界申明，近日欲著一书，沿中国建设新方略。孙中山在困境中苦苦思考，摸索着继续革命的道路。为战争服务的工业设备处于闲置状态，众多技术人才面临失业。孙中山意识到中国能够利用其进行实业建设，为此他呼吁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并开始撰写实业计划一书，译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撰写过程中，部分章节曾先期发表在《远东时报》六月号上。1920年，用英文写作的实业计划出版发行。随后，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将其合译为中文，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那么，在这个《建国方略》里面呢，分为几个部分，其中呢，《孙文学说》和《会议通则》部分呢，他是准备把自己的主张和主义要介绍给国人，要向国人宣传，所以他用中文写作的。那么关于实业计划这一部分呢，体现了他就是对未来中国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那么首先建设就要有资金，当时对于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找到这样的启动的原始资金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也不可能去这个侵略掠夺别人，那么唯一的想法呢，就是国外能够这个投资，那么引进外资来建设中国。所以为了这一点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实业计划呢，首先是用英文写作的，目的呢是给外国人能够看得懂，然后进行宣传，能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实效。实业计划的创作并非偶然。年轻时的孙中山曾多年旅居海外，他看到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
因而对大机器工业的力量有着强烈而迫切的好感。1894年1月，孙中山写作了一篇长达8000多字的上礼赋项书，他提出欧美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18年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特设实业部，受大总统管辖。孙中山的实业目标就在那里，工厂遍地，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高楼林立，火车轮船穿梭于原野江海。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实业部，啊，聘请了张謇等人作为实业部的主要的负责同志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孙中山尽管做临时大总统只有92天，时间并不长，那么关于实业这一块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从临时大总统府往来的电报当中可以看见有很多具体的关于实业方面的内容，比如铁路的修建、矿山的开凿、与南洋的商人的往来、这种贸易的协议等等都有所反映。尽管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工业技术还很落后，但是他有这样的决心。南京汉口路9号，1912年曾是孙中山的住所。黄伯文根据历史记录来到了这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斑驳的墙面上，这座老房子似乎向我们诉说着一段曲折的历史过往。这一年孙中山又经历了什么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在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尽管如此，他仍坚定地认为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所以他很快投身于更为紧要的民生主义事业中。自此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提倡兴办实业，并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他还邀请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协助制定修建全国铁路计划。孙中山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到湖北、福建、广东、直隶、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考察，足迹踏遍近半个中国。他提出在10年之内修建完成10万英里的铁路，也就是约16万公里。然而随着宋教仁遇刺事件的发生，他的建设计划被迫暂停。宋教仁当时是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的一个代理理事长，实际上当时是南方的革命党的实际的领袖。那个时候孙中山啊，曾经一度呢热衷于叫实业救国，搞铁路建设，党务的方面就让宋教仁去从事去管理。就是革命党人的领袖突然被人家在车站暗杀了，这个掀起了一阵哗然。历经多年的酝酿积累，孙中山总结中外兴衰强弱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勤读细思，多方考察，开始撰写实业计划。1919年2月1日，孙中山满怀期待地将整本实业计划中最核心的篇首文稿从上海穆里爱路29号住宅寄送给位于北京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4国的驻华公使。他翘首以盼各国驻华公使对这一共赢互惠计划的回复，
但应者寥寥。陆续完稿的实业计划大纲和章节内容被不断寄往海外，用于探寻各方态度，寻求支持。虽然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但并没有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支持。寄希望与国外力量的愿望落空，孙中山将希望转投国内，将实业计划翻译成中文本，在国内出版。在民国初年，孙中山的这个实业计划虽然说它是很超前的、很进步的一个观念，可是在当时而言，其实要推动并不容易。中国是分崩离析的，中国是普遍贫穷的，而且北洋军阀混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资本家会把钱砸在一个混乱的地方。因此虽然说这个理想性很高，可是实际上要推动并不容易。由于当时政治动荡，在实业计划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既无学者专家深入探讨，又无研究跟进。1922年6月，南方军阀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立即转移到珠江上的永丰舰。在与陈炯明叛军激战55天后，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返回上海，革命事业再遭挫折。在此低潮时刻，李大钊到访孙中山位于上海莫里爱路29号的寓所。8月份，李大钊同志登门与孙中山先生进行会晤，两人多次畅谈，谈及有关历史、哲学、世界思想、世界革命风潮、国际革命运动。某一天，两人兴致所致，谈及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彻夜长谈，对未来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两人久久不能平静。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掀起了一股实业计划的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那是真正的具有远见的计划。我们最应该注重到就是民生跟民本。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他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民主，我们中华民族一定要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把失去的土地全部要收回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啊，他本身就是要恢复中华，他当时创立新中会的时候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当时台湾已经是在日本的割据之下，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是要把台湾收复回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也是孙中山一向的主张。受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主张的感召，当时祖籍在中国沿海各省的台湾民众掀起了一股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热潮。出身台湾名门望族的林祖密
便是其中一位。1913年，林祖密主动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注销日本籍，成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个恢复中国国籍的台湾同胞。他追随孙中山革命，还为闽南闽西的水路建设做出了诸多贡献。在林祖密之后，连横、谢东敏、李友邦等人也纷纷要求恢复中国国籍。当初连横呈请北京政府恢复其中国国籍的成文，如今被珍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这一份份复籍名单与成文，成了台湾同胞爱国深切、血脉情谊的真实映照。历史的巨轮从未停息，100多年后，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一幅描绘了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伟大理想的《孙总理建国方略图》时，我们依旧心潮澎湃，震撼不已。孙中山先生倾其毕生学历铸就的建国方略，规模宏伟，战略目光远大，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经济思想遗产。